们现在到了悦来光馆，哇，现在都是一片浓雾哦，天气非常非常的潮湿湿冷。现在走进来三五里面，好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。好，现在目前的话有 Amber 一名，中佑，来一真 Nancy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是几点几分？现在6:31。那我们是原定是11:20，1:20从登山口开始。三级。对，1:20从登山口开始爬。然后我们现在是6:20，我们第一批人上到悦来光馆，那遇到台湾人，来。两个很拼的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。你是觉得到一直怀疑？那这是山屋，然后旁边是用餐区，这边是用餐区。啊，你好，他现在什么？他刚刚说什么？在三角。就是这不是我第一个白月，我第一个台湾最高峰玉山我已经登过，那这是日本最高峰富士山，明天就要把它取得，希望可以顺利攻顶。睡觉前。看着伙伴戴着耳塞入睡，心中有着满满的疑惑。果然凌晨2点，大伙儿准备起床前往宫顶，只有他老兄一个人昨晚是睡得最熟最饱满的，想必体力也是最巅峰的状态。山庄里满满是人，需要睡眠品质好一点的人，下次记得也带一个耳塞来登山哦。其实呢，昨天一晚呢，外面的风声和雨声，就是其实天气状况感觉不太好。但是我们今天现在看起来是风平静了一些，稍后我们就去外面看一下天气状况，然后我们都要准备出发，找对时间攻顶。希望一切今天一切能顺利哦。